大家好，我是劳拉，欢迎你再次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这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前几天去参加的一个松茸节。这个地方位于香格里拉的翁水村，翁水村隶属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格赞乡，属于山区，距离香格里拉有103公里。我们来参加的是格赞乡的第五届松茸采摘暨文化旅游节，这个地方就是美丽的碧绒大峡谷。这就是松茸节的现场了，世界的香格里拉绿色宝库格赞松茸之乡欢迎您。里面请。好的，谢谢。看那边好多帐篷，炊烟袅袅。这是节目单。一个弟兄们，那个人不老娘了，娘记得才能在没印象上的去北门农坝给这弟兄们做工作呢，再不积极提供路子的地砖了吧，这边。我们的扎西卓玛合影留念。天哪，我们的松茸品质是特别的好的，9到12公分的啊，我们翁水松茸是特别好的，特级的啊，有吗？还有人要加价吗？1600，还有吗？1600，1600一次，2000一次，2800，哎，真的是，红衣大哥啊，2800，那大哥选一盆吧，选扎西的，对，对了嘛，肯定选卓玛的嘛，我都想说，好嘞，来合个影，好，大姐，2000。
2000啊，张大姐出2000，还有吗？2200，我们的美女出2200，还有吗？2200一次，2400是吧？好，这位大姐2400，美女2600，2600有吗？2800，大姐2800，好，好，美女出3000。3800一次，还有吗？3800一次，3800两次，3800三次。好，恭喜我们的美女上台。来，好，美女和嘉欣和张颖。就是很久以前传下来的那种吗？对，隔簪香在汉语里是这样发音，但是他们本地人他们会把它叫做隔扎香，我觉得这个更顺口一些。这些村的名字其实都是藏语发音。啊，这边比刚才那边好多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可以拍一下这个吗？可以拍一下这个吗？可以，你踩到我了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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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长的腿，好漂亮啊！这个都是手工的吗？嗯。我刚才在那个帐篷看见他们收起来，好贵重，都说。嗯，对。这些也都是天然的吗？嗯。好漂亮哦，谢谢你啊，卓玛。没有，谢谢你。我们刚才参加完那边的那个发布会，然后就到这边来这个帐篷。它每一个村都有个这样的大帐篷，这个帐篷里就可以吃烧烤，还有各种喝的。以前还经常来，我就在这个肯定是酥油茶。对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小妹妹，好可爱。见到也见到，条件有限，母鹿到这里200多公里，有点远。哪里有200多公里？我都跑了多少次了？你们那里？我们好像刚去过吧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？这个是这样的筷子。筷子吗？它是夹在这里的，它是上锁的。是筷子吗？对。哦。向下做的。如果你们去野外，就可以用这个吃东西。对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好漂亮啊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是粘粘刀，我们挺好的。真的。我这就是这么长，比保险。哎呀，但是拔不出来。啊，算了，别拔了。好久没拔了。我的刀出血，是你出血呀？真正的藏刀吗？对，藏刀。很锋，分很多种。嗯，这个是其中的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这是您自己的吗？对对对对，我自己的佩戴的。就每个人都会有。对对对，每个人都有，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藏刀是不同的。那是银的吗？那外面这个是镀银的，里面这个是皮子，这个是镀银的。好帅啊！这个是玛瑙。哇，好帅！谢谢。好，我给爷爷。看，这是每一个村不同的帐篷。刚才我们试着去的是木鲁村、浪都村、纳格拉村，每一个村都有自己的帐篷。谢谢。好。刚才就已经开始了。我们现在到了翁上村。好，谢谢。这是翁上村的帐篷，人家给我们准备了盒饭。嗯，这个对菜和我们上次去农家乐一样，都很香，肉都很香，没有任何的怪味。看，现在到处都在烟雾缭绕，因为每一个帐篷门口都在烧烤。我刚才吃的是这个帐篷的翁上村的，他们家那个土豆超级好吃，我把那个土豆黄瓜全都吃光光了。你看，这边就是直接在这边烤边吃，可好玩了。看看，看着就好有食欲。吃烧烤，谢谢。他好热情啊。你们坐，谢谢。酸奶渣，好，这个是酸奶渣。看，我现在坐的这个垫子是牛皮做的，牛皮垫。嗯，好。哦，谢谢谢谢小帅。这是酥油茶，人家刚打的。小帅一小点就可以了，我们太胖了，我们只能吃一点儿。这是减肥的。啊，不会吧？专门减肥的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够了，我们两个一个就够了，谢谢小帅。这个是酥油煎奶渣，这个是我们的酥油茶，那个是酸奶渣。干嘛咱都是？这个是饼，青稞饼。这是酥油茶，这是我们挤来的。嗯，这是酥油茶桶，就这样打。这是奶桶，哦，这是奶桶。这就是品质很高的翁水酥油。嗯，这是奶渣。哦，那是奶渣。嗯，谢谢介绍。这就是翁水酥油，品质非常高，在香格里拉算是，对不对？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它都是牦牛做的。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全部都是牦牛做的。哦，真棒，谢谢。啊，这个青山绿水的地方真的是太美了。哇，你看这个义诊的活动，这里到现在都还有人在看病。这个路相当的泥泞，一般的车根本走不了。吃饱喝足以后，我们就搭上了摆渡车去往我们的停车地。因为下面的这种泥路不适合普通的车开下来，所以来参加松茸节的车几乎都被叫停在上面的公路上。哇，旁边那个湖水比这个路面还高。嗯，政府部门的越野车来当临时的摆渡车。我们坐在这个车上，确实感觉还是相当惊险的，但是驾驶员的淡定还是让我们很放心的。松茸节的开幕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松茸季正式开始了，陆续就会有大量的松茸会被采摘到市场上。现在我闺蜜遇到的有单无货的情况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，
真正的香格里拉松茸就正式开始逐渐大量上市了。每年的这个季节也是香格里拉最忙碌的时候，收入的多少就各凭自己的本事了。也祝今年香格里拉所有做松茸生意的人都能得到更好的收入。下一集我会带大家去格赞乡的另一个村木鲁村，咱们去那儿看一看采摘松茸的人。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，请照顾好自己。我是劳拉，咱们下集再见吧。